文化水平遭受空前打击后，三个少年意外发现了一个提升自我的好方法——食补。现在好累，不行不行的了。吃饭，米饭鸡腿，米饭鸡腿凉菜。排队啊！兴奋吗？你给我留的味儿吗？你是不是给我留的味儿？这个，对不对？鸡毛水转了。阿姨，给我来半碗米饭。啊，然后给我多来点这个菜。洗碗太费劲了，再来点，再来点啊！帮我盛点菜，然后再要个大大鸡腿。谢谢。Hold me now, touch me now。奶奶，不是阿姨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叫你奶奶。你戴着口罩，没看出来，阿姨。你看我长得好看不？好看，那你给我两根鸡腿呗。哎呦，你太美了！你是我姐姐，你不是我阿姨。你太美了，我去青州找我玩啊。